近日，泰山盘道上出现了一道独特的爬山身影，身驮重物和搬运垃圾的机器狗引发网友关注。据记者了解，这是泰山文旅集团物业公司在测试用来清运垃圾和搬运货物的机器狗。这款名为宇树 B2 的机器狗是杭州宇树科技公司的产品，它的静态负重可达到120公斤，续航在4至6小时。据泰山文旅集团物业公司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国庆假期结束，泰山已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旅游旺季时每天约有5万人在爬泰山。随着泰山游客数量增多，年产生垃圾已达到近2.4万吨，垃圾清扫、运输难度、运输成本大大提高。因此，该公司希望运用科技手段赋能环卫工作，通过这次机器狗搬运货物测试，来找到一条解决山岳型景区垃圾清运难题的新路径。经过3天的测试，机器狗可以适应泰山景区80%以上的路况，负重运输垃圾测试比较成功，有望取代大部分的人工垃圾挑运，提高景区货物垃圾运输效率。那么他这次也是首次来到这样一个山区啊，包括像这样高海拔的地区，我们也在进一步探索机器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更多方向的应用。目前来讲，它在相对平缓或者是坡度不是特别大的路段，比如像在一些红门跟中天门的情况下，它的稳定性要更好一点。在18盘这个地区它也能爬，但是我们需要给它做进一步的优化，因为人员会更多一点，我们要保证游客的安全。机器狗运送货物走红网络后，不少网友询问该机器狗是否可以载人上山，金达对该问题也做出了回答。我们现在也会不断的去做一个调整吧，因为在18盘或者中天门这样险峻的路段来讲，不要说机器狗，可能我们人自己爬的话，很多游客也是手脚并用的，所以说如果是驮上面，其实可能还是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保持期待。我们目前来讲还是希望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做一些相对危险的工作，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机器能够给景区啊，或者是给我们的游客带来更好的互动跟体验，所以说具体的应用场景跟方式，我们也会和景区啊和我们的文旅集团不断的进行一个打磨跟沟通。